爸爸，那个，我也去。你也去啊？干啥啊？你去的话不准带马，马不去不准带人，你莫去。你去干嘛了？买油条。买油条？想吃油条啊？我给你带来哈。买豆浆啊？对的，我给你带来。你就到我们妈妈哈。哇塞，今天买东西的好多啊！这个店真的在炸油条，去看看哈。老板，给我拿三根油条。好多钱？六块钱。六块钱呢？拿一杯豆浆，加点糖。那你要弄长豆子。嗯。来，我把钱给了嘛。好多钱？有三根油条，一个豆浆。油条买好了就回去，没得啥子买了。先生，油条来了。油条在这儿。嗯，在嘞。豆浆在这儿。咋拿去吃了？包了吃哈。你个人打开吃嘛，油条嫩的哟，看嘛又掉渣，啷个的搞哦？好，好吃。